这一片属于退耕环境，这个地方也比较旱一点，下点雨呢，它渗得快，干得快。好歹的这个树都活了，我很高兴，你知道吗？ 我的工作任务就是防火、检查病虫害，保护野生动物，做宣传教育。最怕失火，还买了四根8米高的杆子，上梯子呢，比他年轻的都上得快，都好。等个10分20分，半个钟头，再上一遍，再高处哪里也都能看见，发现火灾最早。 爱树呢，说啥话呢？就跟爱子女一样，爱孩子一样。人家不抽正好，怕一事不知道，我反复到了，你注意了就行了啊。啊，那就好的，不抽烟就好。叫人民，叫自己能，叫后代能看到绿了，闻到花香了，我是这个想法。老了，我做点这个事。